台南县学甲乡的慈济宫为了迎接建国六十年，最近盛大举行进香大典，由进香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黄光平省议员主持，全省各地善男信女约20万人参与盛会。进香大游行一连3天，由舞龙舞狮、南北馆以及其他艺阁共130多阵，声鼓齐鸣，使一向宁静的学甲乡显得空前热闹。慈济宫举行盛大的进香游行，以怀念大陆祖先，发扬民族精神。沿途善男信女焚香祷告，祈求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。